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哈，假设那个水波的速度哈，只跟重力场啊还有水深有关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哈，这个波的速度哈，可能是下列哪一个？啊，这里有些选项的哈 ，A， 它的这个是速度呢跟 z h 平方成正比，对不对？啊 ，B。v 跟呢 z 平方 h 成正比，对不对 ？c v 跟 z h 成正比，对不对？那猪 v 跟根号 z h 成正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检验一下它因次。这个它因次多少呢？这个角度啊是长度嘛除以时间，我 t 的 whole 啊，这是 l 平方。那这边嘛，变成是 l 三次方哈 ，t 的负二次方，这当然不对。啊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 z 啊 ，z 是 l 啊除以 t 的负二次方，啊的平方，啊乘 l， 对到了 l 三次方 t 的负次，这也不对。啊，这个呢，这是 l 啊除以 t 的负二，啊乘 l， 啊这个这个是速度的平方嘛。L 平方 t 的负二次方，这也不对。那、啊、这个哈、哦，刚好这个是速度的平方，它开根号嘛，刚好是那个，画这个开根号，开根号刚好是 L 除以 t 的负一次方，所以的话，答案的话，这个才有可能，其他都不可能。